哦，印度的呢？你看正前方，正前方画面看到，印度的妇女带着两个小朋友，那两个小朋友，都是道亲的，都是我们义和圣团的道亲。哦，那先生可能在成大工作的，成功大学工作的吧。那小朋友都在台南市的国小念，需要原油券的学就学了，念书了。哦。需要原油也来参加儿童读经班呢。基金会的摊位购买。过年的时候，团拜的时候也会有来。读经状元评鉴会考也有来。Thank you.